这个底脚在安装的时候会很难安进去，然后只要把它立起来，用脚踩一下就进去了。这两架子在安装的时候孔需要朝一个方向。下面我们拿起带眼的方管，我们拿这个比较粗一点的扳手去上顶这个螺丝。这次我们用细扳手，这个管的孔我们需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孔是需要向上的。拧这个螺丝是需要两个细扳手。上面的孔安装时需要注意，这个孔是在外面。这次我们用粗扳手，这边和那边安装的时候是一样的，这孔是需要朝外的。用两个细扳手去拧紧这个螺丝。